进将士。那怪你的。进将。我要买一个铁轨，那个不可以压榨，它是玩具的铁轨。哇，这个形状好漂亮哦！这是什么颜色呢？这是红色。这是什么颜色呢？这是阿色啊，那太奇怪了吧？这是什么颜色的呢？这是蓝色。这是什么颜色的呢？这是黄色。哇，超级楼梯铁轨！哇，吴新义又盖越盖越长，太长了啦，老板。盖那么长，让我们来走铁轨。啊，转到遥控了。还有停车场。还有闪电麦昆。这是火车场，停在这里。闪电麦昆停车场，那这个怎么坏掉了？哪一种？它没有那个亮亮的，你看，对不对？有亮亮的才吸得住。这个两个都有。对呀。我看别的有没有。别的都没有，每一个都亮亮的，对不对？你先来把这个优化掉，我们先把这个好，这样变成什么形状了呢？变成炒面线，变成乱七八糟。那我想我们来做一个棍子，做什么棍子？我们就。